爱你，爱你哟。我们一直有在追踪新加坡酒店恐怖分子，悬赏金是200万，不如跟我一块去曼谷怎么样？欧巴，如果下次你再没有经过我允许就亲我的话，就死定了。嗯，你可别喜欢三国。你这么小女生，最容易就是被这坏男给骗了。哎，阿三，你身后应该有开关。哦，哎，喂，等，让我来弄。你先别动。啊啊！